Hello， 大家好啊！今天是2022年3月11日，今天礼拜五啊。今天温度12度，哎，还比较温暖。但是前天礼拜几？礼拜二还是礼拜三吧？是下了一场雨夹雪，反正薄薄的盖那么一层，但是到第二天就已经化了啊。今天已经看不到任何的雪的踪迹了。但是呢，明天呢可能还会有一场这种类似于这种雨下雨或者下雪混合的这种天气。明天礼拜六吧，是吧？还会有明天还会有这样一场天气。然后呢，从下个礼拜一开始，温度就逐渐的开始攀升了啊，春天就来了，但是也不排除3、4月份也有下雨雪的可能性啊，这个以前都有过。然后今天我们那个正好路过这个油站，我们看看这个油价多少，4.29块啊，4.29块。有没有看到左边我稍微慢一点，但是也不行，4.29块啊这边，因为我这边虽然说我的车慢了，但是我的摄像机没慢，知道吧？就是我到了晚上呢回去还是要那个加快的，就意思就是慢了跟没慢一样。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不能偷懒的，我就是该用这个语言作为这个描述，你就得作为语言进行描述，要不然的话呢，很多时候呢，这画面一晃就过了，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我让你看左边建筑，右边建筑，其实左边建筑、右边建筑在加速的视频里面就这么0.几秒钟就没了，你知道吧？必须你如果是在旁边说一说啊，这个建筑是干什么的，那个建筑干什么的，做一个说明，用语言做说明，然后作为补充是很不错的。今天中午这单是接了一个冰淇淋啊，最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流行吧，用冰淇淋吃当这个 brunch 吃，就是这个一块冰淇淋或者是那个两块冰淇淋，再配一点这个炸的这个薯片呐、啊，或者是那些一些这沙拉之类的东西，反正一些东西，反正这种吃法我以前也没见过啊。你说吃冰淇淋，咱们就当一个甜点就完事了，哎，居然这个不仅不是甜点，而且还当一个就一个午餐吃了，你说这奇怪了。奇怪的吃法。哎呀，这两天还要办事儿啊，这个礼拜没办好事儿，那个下个礼拜还要去办事儿，哎，一个礼拜不够折腾的吧。最近呢，生意不咋地啊，生意一直不咋地，反正在我的眼中，这个生意就从去年6月份到现在就没好过，一直是烂，太烂了。就好比说6月份之前，去年6月份疫情啊之前。从12月份到去年的，就是前年的12月份到去年的6月份啊，这半年的生意不错，然后平均下来都在3、4千左右啊。然后呢，从6月份开始，基本上就是2、3千块钱了，一个月就2、3千块钱了。哎呀，不知道他们这些一天赚200-300的人怎么赚的，反正我们就是，哎，我们够不着那种级别。哎呀，没有，能力有限吧，反正就是。这人能赚多赚点是吧？像我们赚不到的没办法了，哎，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啦。天天在抖音里面发了，今天赚300啦，今天又赚200啦、300啦、400啦。哎呀，咱们天天在这100上下晃荡。哎呀，这个前天这个 Grandpa 给我发邮件说，这边的什么因为考虑到油价，所以说这个会上调一点费用。但是我这两天看这个价位吧，我也没觉得这个价位好了多少啊？一样的嘛，不就是5块6块的这样的，是吧？就像这家冰淇淋，这家冰淇淋呢是9块钱，但是呢是3.7卖啊，就是连取到送再等啊，3.7卖。这个价位我也没觉得这个价位有多好，是吧？比较正常的。但是我也是拒绝了蛮多单的，我一早上拒绝了10几20单了，没办法，都是3块5块的，没办法，做不了啊。早上呢，昨天房东那个10点多，我正在看电视呢，是吧？看视频呢，对，看视频。结果那个手机调静音了，调静音了。然后呢，房东给我发信息打电话，我都没听到，我操！因为我戴着耳机，我没有听到。他要我怎么着？要我稍微把车挪下，他早上可能6点就出去了。大哥，6点钟，我操！哎呀，快到了啊，我待会儿再聊。哎，刚刚路上接到一单啊，送披萨的。这会儿要去取披萨，哎呀，刚刚聊到哪儿啊？对，房东给我打电话发短信，我都没看到，然后半夜看到给他回了一条，他说没事，他说不需要了。哎呀，他早上6点钟就起来，6点钟就出车，这相当于你5点半就得起来了，真是早啊，太早了。哎呀，这来美国这么多年，好久好久没有大早上5、6点钟起来了，基本上9、10点钟起来这是正常的，9、10点钟起来是正常的，7、8点钟起来都算比较早，太早了。今天完全没有事儿啊，完全扯淡啊，扯一路的蛋。哎呀，今天无聊了，今天。这个刚刚看了一下这个
新闻推送啊，说是法拉盛这个图书馆呢，好像说4月份要开放了。现在几号了？现在3月11号啊，4月份可能才那个重新开放啊。哎呀，因为它这个好像说暖气还是什么电梯啊什么暖气坏了之后呢，就整个冬天就没办法工作，然后整个冬天都被迫给关闭了。哎呀，导致我你看我前段时间去打印东西啊，都没办法打印了。这家披萨店是在哪儿啊？我操！哇，它在马路对面呢，大爷的，这还不好过去呢。哎呀，看看这个，这边有一家这个，哎，对，这家哎哪家？这边有一家苏洗店啊，里面有个大叔，大叔非常逗，非常逗。哎呀，把我给逗都惨了，哇，笑得我嘴巴都疼了，你知道吗？他跟外国人说中文，你知道吗？搞得我们都以为这外国人懂中文，你知道吧？结果人家不懂中文，真太逗了，我操！但是他这份自信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学习的，你知道吗？非常值得学习的。你看我来这么多久，很多中国人都这样的。哎呀，就是说说不好啊，就不说了。到最后呢，就没有人跟你说了，你知道吧？但是呢，你要如果有这份自信的话，我感觉你的口语虽然说不那么好，但是呢，起码沟通不成问题，是吧？哎呀，不扯淡了，我看看这马路对面咋去啊？哎呦我去！没办法去了，从这边去吗？这边能过去吗？这家披萨店我还比较少来，不是这个价位给的还不错，我是不会来的。看看，抢一抢。哇，但是，那我们就不往那边走，我们就停这儿吧，是吧？正好出来了一辆车，我们就停这儿吧，对不对？哎，没有必要往里面挤，对吧？旁边有位置也 OK。好，我们待会儿再聊。OK， 我们那个取到了这个披萨啊，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发，看一下在哪个方位。在北边，这个口子往北可不是特别的，可不是那么容易啊。哎呦，刚刚朋友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把视频给中断了一下。我看这个路口太繁忙了，这个没有办法往这个路口走了。我操，那我干脆就往右走吧。刚，哎呦，没办法，这路口太繁忙了。哎呦，哎呀，怎么办呢？往左边也不行啊，往右边看行不行？往右边绕一圈 OK， 但是往这边绕的话，不知道有没有红绿灯。我操，没有红绿灯的话就白绕了一下。嗯 ，Animal Hospital，Animal Hospital，Hospital。这个油站的油价到了4.59块了。我听说这个加州那边已经5-6块了，甚至夸张的能到7-8块钱。我操，哎呀，为什么那边油价比纽约还要贵呢？奇怪。往这绕一下。确定这边有没有红绿灯吗？没有红绿灯就傻了。这边没有红绿灯吗？哎呀，我操！这什么破路口啊！我操，又给转回来了。哎，又给转回来了。你看，就刚刚我在这个口子右边一点点，又给转回来了。你说这怎么开嘛？这怎么开？啊！哎，可以抢过来一下。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呀，这个口子就是口子不繁忙的话就还 OK， 繁忙的话这样口子就麻烦了。这辆车为什么呱呱叫？看一下这个顾客在什么地方啊？他在这条街？哎，好像这也是个写字楼吧，还是什么？我操，好像是写字楼。我操，这什么写字楼？我天！看路边上能不能停车？不是这个 auto 吧？不是这个？哎呦，真是这个 auto 啊！那他妈怎么停车啊？停这儿得了，我操，都全部挤在那个马路牙子上面了，我操！哎呀，行嘞，那我们先去。好嘞，这家送完了，送下一家，下一家是个披萨，我操！这家是个卖车的，你知道吧？卖车的，那里面那个车牌子我都看不明白了。然后我们走下一家，哒哩滴滴哒，这家也比较近。这家是。在那小区里头走，还好吧？我车胎顺着这个冬天，哎呦，感觉是要换了，你知道吧？那为什么？感觉这个车胎呀，有时候会打滑了。我操，这个地方下坡的地方，这什么破地方？哎呦我去，我们跑到那种深山老林子里来了。哎呀呀呀！看一下。不是往这个口子，往前面这个口子啊，这岔道太多了，很容易迷路呢。这
跑哪儿去了？这又是哪儿啊？嗯，这个房子的造型还比较现代一点啊、哦。等待会儿出来看能不能带一眼。哎呀呀，看这种。哦，在这边，在这边，这个是个岔路口。走走走，我让他走。不要抢我，不要抢我。这有，你看这有棒子，这有棒子，这也算一个小区啊。OK， 快到了啊，我们待会儿再聊。哎，这边有一条出路的，我以为这个小区就那么一条出路，原来这边还有出路。这条路是什么路来着？哎呦，这到北方大道了呀！啊，原来北方大道这条小路在这儿啊！哦，没来过啊。这边这个油站4.49了，我操！然后我们是往哪边走呢？啊，我们可以往这边走。这里的是不是走错路了？其实呢，看一下导航，我操，别走错路了，没有错，没有错，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往这里走，走螺丝岭是吧？到了，礼拜五，礼拜今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又周末了，我操，今天周末了。其实我那天也在那边跟别人聊天，我说那个，哎呀，当然是。就是甭管你现在是有家口没家口是吧，就是有没有这种小孩子负担，毕竟美国这个孩子负担它就是一个时间上的事儿，你知道吧，真正要经济上负担的话也要到这个大学之后吧，是吧，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是小孩子现在小学中学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如果是有时间的话，甭管多大年纪啊，四十五十都无所谓，是吧，如果能沉下心来，主要是这个是前提，沉下心来的话呢还是去学习，我操啊，要不然的话，你总不能跟到50-60岁还在缅甸上找工作吧，是吧？那时候没有工作了呀，你没有任何工作了。50-60岁的话，能找什么工作呀？发传单呐、啊，还有什么呀？都找不到呀，对不对？没有必要嘛。就是现在呢，现在说实话，40-50岁显得吧都没有那么老，你知道吧？都还感觉很年轻，是吧？这个时候呢，就去随便读一个，先读个语言班嘛，对吧？现在那个189那个语言班不也开了嘛，是吧？我旁边的大佬都是在189混过的，但是他混出来的，升级到了社区大学了，是吧？现在马上要2年读完，其实他读了一年的预科就是语言班，要读一年，算下来的话，他读社区大学读了3年，读完3年之后呢，哎，人家就上了一个，人家现在马上就已经开始了啊，2年制改4年制了，混出来之后不就是正儿八经美国本科吗？对不对？这和这些留学生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当然区别还是在于那个。经验和平台而已啊，但是这个都无所谓是吧？能混一下试一下是吧？哎呦我操，又红灯了，对吧？我建议呢，还是读一个这个大学，去学习。你不愿意去学校的教育，对吧？你去那个，读一个，你学一门什么手艺也行啊。当然你不要怕这个什么年纪啊，什么这个考虑，不要有这样的考虑，我觉得没有必要的。这就是给自己一种心理负担，是吧？去学一学。如果你学的还顺手，说明你有学的这个潜力。那么呢，你做这行，因为是这样的呢，手艺这种东西吧，甭管什么社会，除非是打起仗来啊，不管是什么社会，手艺人总是不会饿死，对吧？手艺人都饿死了，说明这个地方都完蛋了，知道吧？你就得跑了，是吧？手艺人不会饿死，是吧？特别是你不要挑那种年轻人的手艺，是吧？年轻人靠年轻吃这个饭的手艺就不行了。具体什么手艺我就不多说了啊，你要学一样呢，你到老了也能干的手艺，对吧？比如开车，你身体条件好的话，久坐不累的话啊，你开车开到70-80也 OK 的啊。但是我觉得没有几个司机能开到那个。我记得以前国内，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那有个四路车啊，不是四路车，叫什么114还是什么104什么，反正就什么444，开这个车开了三十年，然后呢，好像是大概也就60左右退休吧。反正我据我观察，就是没到65岁左右的时候啊。2.63块这个65岁左右的时候啊，就是退休在家5年了，这个人呢老的完全就是完蛋了，你知道吧？就是说司机干久了，这个长期耗损身体啊，到老了呀就扛不住了，老得特别快，感觉你就跟65岁跟85岁一样，哇，完全就不行了那种感觉啊。当然你身体底子好也 OK 的，对吧？如果说你不想学技术，又不想到了是吧50-60岁以后在大街上还找活干的话呢，我最好的建议就是能沉下心来学习。当然这个话呢，我跟我朋友讲，我朋友说，我说你怎么不学习呢？你怎么不学习呢？我说哎呀，我也要学习啊，我
我也要学习，但是是吧，没有时间，没有空啊。哎呀，所以说这条路啊，我可能再过几年也要往这条路上走，你知道吧？这没办法，不走不行的。这个，你必须得突破这一关。不突破这一关的话，你这又是很麻烦了，以后的生活啊，有家头在这儿啊，相互有照应。这还没这，对吧？这读不读无所谓了。但是一个人的话，没有家头的话，这个你长期在这个平台就是很废人的，这人一下子废了，就永远起不来了呢。就你人一旦那个身体瘫没有关系。身体瘫没有关系，他老逼喇叭干啥呀？神经病啊！我没看到我要往右转吗？真是的，逼我喇叭，我吃饱了撑的，真是。哎呀，反正我今天瞎逼叨吧，今天就叨一叨这个事儿，就是说人的身体瘫没事，就怕你的思想瘫痪了，思想平躺了，那基本上呢就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了，你知道吧？只能自救啊！自救呢，你就会很多事呢，你不会去纠结，就是说众多问题当中呢，你就会去抓主要的问题，你不会什么问题都想去解决，这样的话到头来呢一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很麻烦的。特别是人生到了这个下半场之后呢，知道吧，问题就这么几个，你还是在那边打转转啊，我想做这个，我想做这个，想做那个，想做那个，到后来呢你一个都做不了，这是很正常的。下半场呢你就是准备什么下半场的战斗嘛，你这东西的话，哎，差不多了，你抓住紧要的几个问题解决了，这人差不多这辈子就完事了，就没有其他的了，是不是？你看这个还有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对不对？再过20多年退休了，是吧？退休了，像现在我这种身体条件、身体状况，还能坚持几年呢？是不是？坚持不了几年，差不多了，知道吧？你还要追求什么呢？对不对？没有什么追求，把主要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呢，你要有一个场所、一个空间或者一个时间，去让你考虑一下这个你要解决的这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现在。这个生活当中，没有人会跟你聊这样的话题，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你生活就是吃喝拉撒，工作吃喝拉撒，他一切都是为了你的生存服务的。但是当然你要进一步的想象，就是说你的为什么，就是说你要解决这些问题，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人会跟你，哎呀，这个地方是限速30迈，为什么让我开快车？真是讨厌死了！哎，后面那辆车跟得很近的，就是说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场所。让你去思考或者让你去讨论这样的话题，我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学校，就是你在学习当中的时候，哎，你可以顺便的讨论一下这样的话题。所以说，为什么要去上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提供一个场所，能够让你去思考，让你去讨论在生活当中啊，并不常常议论的一些议题，但是呢，对你的人生呢，或者是对你的这个人生中的一些大问题呢，哎，有个清晰的认识。这种场所呢，一般叫学校，比如说你上学去了，是吧？通过这些。最枯燥的基础学习，是吧？然后呢，你就建立了自己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信心，然后呢，再去思考一下，哦，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这个，是吧？十几二十年怎么过呀？想学点什么呀？还是想了解点什么呀？还是想把自己有一些方面呢，能不能克服一下呀？对吧？比如说脾气啊、性子啊，或者思维模式啊，这等等这东西啊，能不能通过这个学习，在学习场所通过学习呢，进行一系列的打磨，这样的话，你后面几十年呢，起码说。路还是这条路，但是呢，起码能走得熟练一些，对吧？熟练一些，这就是学校的意义，对不对？我没有参考一些这个所谓的公认的定义啊，或者是这些东西啊，我都是用我自己的话去说的啊。如果说的不准确，不东西，咱们听一听就完事了啊。这个东西我也是，你看我为什么老是在变换词汇、变换口吻呢？我就是想通过我自己的词汇啊，去描述这样的状态。什么东西？救护车。聊不聊的状态，这边的油价4.35，哎呀，反正别的话也不多说了，这个希望今年顺顺利利吧，然后呢大家哎呀都能够平平安安吧，现在的日子也不太平了，那么就到这吧，拜拜。